饶恕一个人是释放你自己，当你愿意放下，你的心门自然就会敞开，爱和阳光就会照射进来。你看不看哥哥真的会生孩子啊？吴亚伯，生小孩跟公看是两回事，孩子是我的。不然不然到哪里去找他妈妈？爱是不动怒不自夸，要相亲相爱，凡事感恩，不会落摊啊。人缠什么人就变什么人，那种烂朋友啊，少一点认识。不可以不要再做代币的女儿，你不要脸了，不要脸了。是那位平凡的爸爸，一生为我们却白了头发，他常常都说，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代币的女儿。找聪明回来，真的帮我找聪明，真的。还记得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他爸爸。人世间最伟大的爱，莫过于父母亲的爱。爸爸真的空看嘛，为了你折一千字纸船。爸爸我爱你。哎，你说什么再好笑，不可以告诉你，要跟你好。爸爸你不用担心我了啦，我会自己照顾我自己的。回家啦回家啦。